刚才小童的车陷了，本来想帮他拉出来，结果我自己都差点陷进去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等挖机师傅过来拉了。哦，下雪了，今年的初雪。哎，虽然只有一点点，落下来就化了。哦，刚才后面卷进去一个巨长的轮胎，在后面死死缠着，弄了半天才弄出来。哇，现在雪越下越大了，还挺美的。初雪快乐，朋友们。哎，我们工作结束了，我现在在电暖气边烤着，外面真的太冷了，而且今天下雪下得非常的大。下午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一起在开渠排水，因为田里面的水真的太多了，这样的话麦子根本没有办法种，然后我们要在10号回温可以播麦子的时候之前，把所有的排水工作全部都做好，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吧，明天还要接着干。今天的你也很辛苦，晚安，明天见。